近我们的黄教主和 baby 女神可谓是相当火，锦绣园中黄晓明大秀身材，让小编那颗少女心扑通扑通跳，根本停不下来。 baby 也是在成都开始拍摄跑男二，引起粉丝的一阵轰动。就在这个事业风生水起的时候，教主与 baby 也是越爱越高调了，微博频频互动秀恩爱。3月9号又有传言黄晓明和 baby 今年就会完婚，前段时间两人一同回家过年，黄晓明带 baby 一同回青岛家乡见亲友，有亲友将两人一同过年的照片发在了微博上， baby 一件红色深 V 洋装现身，让在场的亲友是眼前一亮啊，而且 baby 也大方的接受亲友团的敬酒，这是两人好事将近的节奏啊。但是两人是否领证完婚还是一个谜，小编觉得应该也不远吧。芒果捞新闻，咱们结婚吧报道。